次，残旧背影很有事，动动再开始。新的古迹，新的史诗，不似定义。自尊爆炸，即将涌出新一批幼稚。就是上次在麥花臣這個舞台連續四晚都唱， 我有跟他說如果我之後兩晚沒有聲音我會 cut 掉他的，他說好啊，那結果唱到第四晚我覺得我可以唱。Let's go.